如果你们睡不着的话，一起陪我奋战。我先去遗忘集合吧。对，等一下石头王大家吃牛排，我一定要带好100个牛排，等一下吃到底。不吃牛排就直接把它清掉，谁敢不吃牛排？画面不见了，对不起，画面不见了。好，我错了。你们所熟知六区那些金变跟大课长，他们都去市区了。那现在剩下这一堆啊，哭啊！真的买牛排？干你老师，我干买牛排？谁叫我买牛排的？为什么手面指标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。那明明，市区也吃太快了。人家说市区石头吃掉了，好快哦。有在市区的可以分享吗？哦，吃好快哦。他们石头王这时间点不是应该刚出吗？非常高输出。等一下我们打个一个小时，应该还好吧？会不会等到最后我们这一区没有出网啊？这次改版之后，跨服的活动都往前一天。你看，还是我们下礼拜啊？我们是下礼拜吗？去看一下。没出哎、欸，没出、欸。如果是下礼拜的话就尴尬了。我金鱼脑哎、欸，我刚刚那么雷，还要我记这个？来吧，大冬天继续。防战士技能，现在我们把该学的学一学啊。好了，技能学一学。我记得狂战转职不是会给什么技能书之类的吗？哦，在这边有了，他学了。OK， 力量提升学完再学，没问题。我等一下学粉碎、咆哮、狂战士这三招不学，其他都学。好，学。一二三，四五六，七八。OK， 这八招下去。耶！好多动画。没看到，没事没事，好，继续，我们来学名誉币，技能，没事，不是，干，你们怎样啦？我不能出错，不能买错。他说交给我决定啦，致命，他学紫技，二紫技狂战，致命学下去之后还剩100万，我会建议他先学力量提升，他这样挂机会比较好挂，然后他还会再买名誉币嘛，他名誉币买下去再去搞这一个，他现在已经有好有泰坦了，泰坦致命。进反，对，进反也要学啊！哇，差3万哎、欸！好吧，我帮他决定，帮他买礼包，有名誉币吗？没有名誉币，名誉币吗？没有名誉币，没事，有，来吧，名誉币箱子，我们帮他做个五箱，直接开满，我们要学满所有技能，来吧，第一开2万，第二开10万，10万，1万，2万，10万。60万！哇！我靠呗，五箱25万啊！雷，我问你们，雷，说清楚，谁雷？箱25万，我不传给冬天看一下不行啊，免得他被你们洗脑说我雷啊！朋友们自己看清楚啊，我雷吗？要牺牲啊！啊，技能现在不用考虑了吧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量提升，这么简单学下去啊？然后泰坦进反学下去啊，170万，这两招再学。反击 ，OK， 反击，剩下剩战具，他再努力，接满击剩2万，没关系。狂战士怎么玩？狂战士就是要转职的当下全满，看一下技能很满的狂战士。我们去大陆打看看压力测试啊，黑旗基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压力测试的地图。那香槟，你跟他讲啊，你都山区的，你跟他说你这个血有点太少了，大冬天。我认真讲，他这个血量虽然狂战界来说血算少的，但是一般的人是没办法一套带走，单打的话。我先看一下狂战士的刻印箱可以开什么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他没有这个，靠背他也没有暗铃。好，帮他点一下，帮他点个加5的刻印玩家，加5了，轻轻松松加5，猎人步枪可以做，好，可以做基础快，哇，想不到我除了带开之外我还要先搞收集品啊，我是保姆来着，埃弗唯一保姆台，血量有点单薄啊，我帮他点个血量收集品啊，意思。他点这种最基本的都不搞啊，一把就加7了，一把。我先帮他把一些基本的搞一搞。啊，一二三，我想帮他弄到7000，我现在想帮他弄到7000的，啊靠，嘞，有点难做，我两把。点装备依然维持游戏王。我们今天只要帮大冬天搞东西，全部都是维持游戏王。哦，加7毕业，这样子有了吧？有了吧？今日提升，我还有抗斗跟玩家。我们先帮他稳稳的拿5滴血，稳稳的拿到5滴血，觉得6925真的很难看啊。今天 KPI， 我们看能不能帮他把血搞到7000。对，还有一把枪，点加7，加7，一二三，这也要加7，6 7，
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加七了，有加七，哎呀，五六七，哎，加七了，加七了，加七了，我还需要一把巨斧跟一把银盾牌，钢盾是不是？直接上加七，我们也不用演了。时间四上七五六，直接上加七。我以为真的加七啊，这你也没有。单剑加五抗斗要三剑，单剑加五抗斗练甲大将的斧啊，再一个刻印的玩家，哎，加五抗斗，哇，没有半个加五啊，这也没过，过了一个，哎，还再一剑，两剑了，再一剑，再一剑加五，我们就完成了抗斗，哎，完美，三剑。单剑刻印抗斗，直接丢三个。MP 加十秒用。三，好，他还需要一个玩甲加五跟加七精炼，还有这个什么塔盾，加五塔盾。二三四五上加七，二三六，洗吧！点装真的会点到牙签。点收集品很容易点到走心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但我会啊。真敌烂，没错。哎，有了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我这台就是犯贱，你们要骂我一下，我才会点到好东西。六一，哦，两把都搞定了。哎，轻松。巨斧二，好，巨斧搞定。我直接帮他冲一个加肉体库好了，就解决了嘛。六十血，我们就不要在这边搞这些小东西了，接一个大的。我不是工具精啊，嗨，安安混血儿。这一剑爆我就点十五，好点。加六体库诞生 ，One，Nice， 大冬天直接加六十血，大冬天没问题吧？怎么搞五滴血十滴血？我们不用，直接帮他搞六十滴血，快，即将七千，就是这么接近，这么接近。我个人点装的经验，大概十五爆到十八爆，几率已经很极致了。所以我会选择十五爆点。我今天目标帮他搞到七千，对不对？加九银长剑，赌了，这一把上加九，白装不用垫，直上加九。枪手没办法开啊，枪手没办法开，真的。八加九直上吗？哇！七千血，超省，直接省了，直上白装不用垫，先有找。7020就算脱头盔还是有7000啊，完美的数字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帮大冬天登了100滴血，直播再走血量7000要有武器属性，啊，靠，太大，你在搞我，还要上属性。看看我可是曾经点不服八路，我可是曾经点不服八路，八路八路八路当打仗还好有上，我看我怕没上九张。我跟你讲，我身上那把噩梦长弓点了41张，他19张，算是神，这张不错。然后我马上洗个二阶，我们只要有力量，量单数，耶，还一样，额外，哇操，三数结果是敏捷，啊敏捷有刚好到三倍数啊，差一点哦，好好，不用洗了，不用洗了，因为，欸，靠背79，我操。干，还是要力量。哎，欸，干，妈好鸡巴哦！这个他自己搞就好了。好啦，今天任务了，我可以睡觉了。啊，今天多了100血，啊，武器也祝福。啊，今天转职基本上是痛提升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